福州有东街口，但你听说过西街口吗？这里各种潮流新店正在陆续开业中，今天就带大家逛一下，出发。西街口位于鼓楼区华润万象城商圈内，毗邻千年古刹西禅寺，周边还有福州大学。作为商业、写字楼、高校、社区聚集的复合型商业区，西街口为这个人文气息浓厚、自然风光优美的地方注入新活力。在万象城的标志物下面就是瑞幸咖啡大师店，坐在门口看繁华街景，喝上一杯咖啡，享受快耍慢活。打工人的福音奈雪 Pro 也来了，这里除了备受欢迎的茶饮、软欧包，还增加了咖啡区，扩展了烘焙点心和零售的选择，整体空间温暖明亮，简约清灵。在这里既可以商务办公，也可以放松社交哦。沿街继续走，便能看到许多餐饮店，汉堡、川菜、小吃等各种美食在这里都能找到。汪宝来也开始试营业了，喜欢糕点的一定不能错过。未来西街口将入驻 Only She 雨花、乍肥寺、第五大道等50个品牌，带来更多的惊喜。这里还有711、美宜家、六亿三家便利店，早餐热食、午餐便当、深夜关东煮，还有各种零食甜点，简直就是吃货和上班族的天堂。从便利店出来就是芳香植物园，这是隐秘于街区的一处诗意幽静之地。这个时候绣球花开得正好，逛累了就在这里小憩片刻，暂时脱离匆忙的城市生活。这里就是小公园啦，滑梯、桌椅、遮阳伞等设施完备，闲时可以来这儿遛娃、泡茶、运动。西街口为时尚国际范的万象城购物中心增添了更多活力和烟火气，未来将成为福州城市开放式街区的崭新名片。更值得惊喜的是，万象城购物中心将于6月18日正式开业，欢迎来鼓楼打卡万象之旅。